这个新任的法务部长郑明谦，这是台阮台南县嘉义人。你不是强阁强，恁爸上个惊你无天良。来啊，蔡英文是假博士，你有材料你阿俩。哦，郑明谦，你若叫小贺来，第一案蔡甲博士的案，你给他办给我看。第二案，陈吉监察院长陈吉新潮流啊，哦，他在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贪污了中央政府下设340亿的红毛港的千村的建物土地补偿费340亿，单叫人贪污790亿。哦，啊，小弟哥讲起来，小弟都有文号，人事实地务的文号。红毛港的李三女女士，她只领125万，中央政府报账她1250万，所有现在红毛港的人领的补偿费全部被乘上10，把中央下设的土地建物补偿费340亿，贪污了190亿，哈。郑明谦，你若叫小贺立班。第三，我永康央行大湾，永康大湾的刘清典，他的案子被法官、检察官哦擅改笔录，擅改笔录，啊，这个代志呀，这个也出来。所以讲哦，法务部长郑明谦，拜托，你若真讲叫小贺，你查，你若查了以后吼，阮台湾人讲你叫小贺哦，来。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，从没有打过海空军的作战的中国，想要跟美国、日本这种哈，天天用海军、空军跟人家玩街小趴的国家修建，嘿，叫这个哈，重建1894年的甲午海战，是啊，就歹看，所以讲哈，中国共产党尹志玲这边拢是义和团，拢是义和团，他们真的都是战争的文盲。我讲一句话给你了，我90分了啦。唐凤这个30分呢，他动用了国家机器，对我的网络 YouTube 一直在封锁。看好哦，这是乡亲来讲，曾博士，你目前需要哪些赞助呢？曾博士你好吗？从2023年的7月16号开始，我就没有看到你的 YouTube 的 po 文了。政府为难你吗？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小弟啊，自去年7月哈，所有在 YouTube， 应该 YouTube 你订阅加小铃铛我的节目哦，你就会收到。当我的节目一上去的时候，你都会收到通知的，把我全部封锁，把所有通知信全部封锁。所以说我的乡亲。伊讲7月16日，伊去年7月16日到今嘛，拢无收到通知啦。啊，我是不是啊，已经被国家机器吼碾压，和蔡英文夸蔡英文他们这个，他们啥，唐凤人家碾压我，小弟90分的言论，被30分的唐凤彻底的压制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啊！乡亲啊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平安。我是曾淼宏詹教授，吼，电机博士啊。今仔日吼，我特别吼穿着军服，中华民国上校，中华民国上校，在军中干了20多年，哦，我的实战经验，来，黑的来，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呐，中共嘴炮攻打台湾，本质上呢就是骗。他们在挑战二战麦克阿瑟障碍了。什么叫做麦克阿瑟障碍？麦克阿瑟在二战打日本的时候呢，是用跳岛战术，跳什么岛？跳过台湾，因为他知道台湾不是软柿子，不能让别人来。所以说麦克阿瑟现在中国共产党嘴炮攻打台湾，他们是在挑战二战麦克阿瑟的障碍，叫做跳岛战术啦。我们来看看他的经济吧。我的意思是怎样呢？打仗三大条件，这是拿破仑，法国的拿破仑大将军讲的，总统讲的。伊讲小弟三条件，第一个条件钱，
第二个条件 money， 第三个条件乌卡的，拢是钱啦。你若有钱，你开来打仗；你若无钱，你拢要来讲。所以讲吼，即马吼，中国共产党伫里底咧摇把叉，操讲要拍台湾，拍台湾，落底啊地崩子，想要拍台湾。我们如果回归他的本质，吼，因的军事实力都是吹来。听我慢慢讲，听我慢慢讲。小弟中华民国上校，吼，做啊二十几冬，你毋是硬头的，小弟吼，较早台南二中毕业以后，考中正理工学院，原来是考啊平平喘的呢。大家拢讲哦，军校落个硕个，我可能只，我那班二十三个毕业，一半以上拢读博士，美国的、英国的、美国的，吼，规堆啦，澳洲的。我那班二十三个毕业，吼、一半拢读博士，一半博士，小弟电机博士，吼、来，吼、啊那底下咧讲，底下咧讲什么啊？什么吴山小路用的博士，什么什么，无效。我跟你讲啊，任何博士吼、如果敢踩到吼、我们博士，博士是在专业的领域里面哦，非常的精通了。小弟专业的领域叫做 C4ISR。Command, Control, Communication, Computer, Intelligence,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是21世紀國與國之間冤家相拍的 methodology 方法。現在的冤家相拍吼，跟20世紀完全不一樣呢，因為在20世紀末、21世紀初吼，資訊通信大發達，所以說呢，美國吼會把很多很重要的科技、直接先导入国防，然后呢去 try error 一个最好的 solution， 然后呢就发明了 C4ISR， 就是小弟博士论文的专长、所以说、小弟、看人家中国共产党在嘴炮打台湾，真的是、那敢打、那个惨就、1894年的甲午海战重新来，重新来过哦！义和团他们就是战争文盲白痴，来黑的来，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踹英文了。中共天天嘴炮要打台湾，他的本质就是骗。他们哈、在挑战二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哈，麦克阿瑟障碍。麦克阿瑟哈，迄时阵伫亚洲战场要拍日本哈，他是用跳岛战术的。什么叫做跳岛？跳过台湾啦，讲较紧的啦，直接去拍奥克纳瓦啦。钱啦，台湾太用了，台湾的所有的地理条件，吼，根本就无可能拍嘛。人人日本吼是足有研究的，美国吼有那足有读册。所以讲吼，麦克阿瑟跳岛战术跳过台湾，啊，今嘛即个中国共产党即个吼义和团21世纪的义和团吼、要打台湾用骗的哦，来，讲较紧的，要打仗先看经济，你的经济有咩多打以后再交吼拍台湾，来咱来看一张吼，我曾经伫吼3月31日的时吼。但 YouTube 顶完吼，我有公布啊，公布吼，当中共国的公务员领不到薪水，因为即马中国都无钱嘛，那底下地崩子啊嘛，公务员领不到薪水，看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即将步苏联的后尘解体，哪有能力武力换台？这是我3月30日吼，伫 YouTube 顶讲，咱乡亲有兴趣吼，去顶观看。修正养军人哈、需要我看的，没有我看的都不要来谈。我今天哦，小弟操蛋一个，小弟经济学是天下第一用的咧。我唔是讲干啦，小弟哈、你们看我咧，一颗石啦，小弟哈、低知识高品质。我跟你讲，小弟哈、论述事情哈、全部哈、都是哈、电机博士的官多呢，讲一句较紧嘞，小弟吼、经济学用啊，讲一句较紧嘞，用啊靠背，三民主义的
我以我吼1980年吼中正理工行业毕业，我以前考研究所呢，我所有的时间吼几乎都在读书诶，经济学三民书籍的《鹿鸣人经济学》，我读150遍，啊，郭婉容的《经济学》跟个体经济、总体经济，我各读了100遍，然后呢，《鹿鸣人》的个体分析、总体分析，我各读了50遍。所以说我论述出来的哈，您别无参详哈。迄、那个论，迄、那个唐凤国小毕业，你只假把出道操多哎。后来，咱过来继续听落去哈。来，咱来看这张投影片哈。中国海军到底有多么糟糕？护卫舰比航母还慢，战斗力都是吹出来的。航空母舰。中国航空母舰啊，第一辽宁号啊，第二山东馒头号啊，第三呢，这个福建号啊，这都是养来看的哦。它的海军都是吹出来的。航空母舰，它不是单一的舰呢，它是航空母舰战航母战斗群呢。一加就下啦。护卫舰比航母保护航母的跑的比航母还要慢，它的战斗力。都是吹出来的，用吹的，最近吼，不是讲这个，讲这个中共的人民解放军在海空军在台湾一直绕吗？来，今天的新闻哦，上报个报吼，中国军演期间发生意外，4000余吨的联合启锐号拖船在舟山附近沉没，来看。中国海军吼，就老亏耶！一个，从中共自1949年建政以来哈，没有打过海空军的作战了。假把出好小，啊，就开始要操蛋，开玩笑，要打台湾，渡海作战跟渡江作战是不一样的。中国共产党他们的实力全部都用掰出来的。因为1949年哈，要渡江的时候哈，这个中国民党和共产党咧下来战的时候哈，中国共产党用骗的，安那骗，参照即马台湾的情形同款。台湾即马哈有几个大主力，拢军校毕业的啦，陆海空政战，陆军的帅化名，海军的樊振辉，空军的哈。张延廷，搁一个政战的赖叶谦，这四个拢军校被栽培，全部拢讲中国共产党外用，我讲你听啦，航空母舰，小弟哈研究哈，小弟唔惊我电机方面哈的实力啦，经济学的实力也够用，那哈所读兵书啦。太平洋海战，所有我毕业的时候，把所有的兵书全部读得很满了尤其哈，美国跟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那时候的海军哈，从主力舰时代哈进入哈航空母舰时代，上面叫做主力舰时代，就是哈，船愈大粒愈安全，迄个主力舰时代船。排水量越大，越勇猛啊！熟悉了，德国的俾斯麦号，日本的大和号，真的是哈、永不沉的军舰呐。结果嘞，吴三小路用拢叫怕死。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海战哈，从主力舰时代哈进入航空母舰时代，拍摄，起码航空母舰哈的时代也过去了。为什么？因为现代哈。只管通知勤监侦 C4ISR 出来以后呢，只要这样子，只要我看得到，我雷达荧幕抓得到，不要讲雷达荧幕，我人造卫星抓得到，我就打得到。所谓打得到，就是把你击沉了。目前苏联黑海舰队一直一艘一艘的被打掉，为什么？因为哈 C4ISR。在大气层就看到你这个军舰在这里，什么莫斯科号，最伟大的黑海舰队旗舰莫斯科号，晚上的时候呢，就已经被
大气层外面的情报卫星发现了，发现就是在这来叫 F35 哦，下去看看清楚，确实没有错。F35 隐形式战机，所谓隐形式战机就是雷达萤幕抓不到，就派出哈、这个 UAV 无人驾驶飞机，身上绑了一堆炸弹，叫做哈、弹簧刀的无人机，身上绑了一堆炸弹，一看确认没有错，就 get 了呀，100块，哇，你100亿个军舰，莫斯科哈，所以讲今嘛哈，自1949年。中共建军以来，从来没有打过海空军的作战。他想要来打台湾，他想向东发展，打台湾第一岛链的台湾还早嘞。以我对电机 C4ISR 对经济对熟读兵书的经验一看，中国绝对无希望。所以讲，大家来。要小战，上较重要是经济，上较重要经济。我们谈经济吧，谈国计民生啊，才能够抓到重要的精髓。好，咱来看这张投影片。中国共产党都是一群草包了，不专业的，他们吼蔡甲博士跟新潮流因挂人拢共款。好，咱来今麦来看哈，哎对，第一个象限，第一个左边的第一张里面，三天就脱轨。斥资26亿的珠海市有轨电车，说拆就拆。你看嘛，中国共产党拢还无读册。任何的投资案，任何的投资案都要很做过详细的系统分析，从需求、供给来讨论的。珠海市的有轨电车，安尼开哈，25-26亿，用三日。用三日吼，就脱轨，就把它拆掉。吼，看我比啊，中国共产党，个人吼万贯家财吼，也袂堪切因安尼吞啦，安尼听有啊吼，来吞，贪污啊，贪污啊！来，咱看第二左边第二张吼，中国110万的大学毕业生啊，连送个外卖吼都没，都已经满载了，都没有人了吼，来都没有机会了。来，来看右边过来，右边算过来第二个，中国稀土巨额的利润呢暴跌，垄断的地位岌岌可危。好，来来看右边第一张投影片哈，中国骗子全球行骗太可恶了，留学生被骗到绝望大哭啊！咱乡亲要注意哈，经济学哈，经济哈。盯着，如果这个投影片在3个月之内，甚至6个月之内哈的投影片哦，那个影片啊，在 YouTube 顶管的影片啊，3个月、6个月之内谈经济都是可用的，甚至1年之内都是可用的，都是 available 的，都是有效的。咱来注意，咱这四张投影片到底是什么时候人家讲出来，无风不起浪，一定有风吹草动，人家才会提出来。好，咱即摆看这张四张投影片，咱对左边开始看哈。伊是哈，在1点前，11个小时前发布的哈，珠海市的有轨电车说拆就拆。来，咱看第二张投影片哈，左边第二来，中国110万的毕业生哈，连要送外卖都没人要。哈，这是哈，19点前，嘿，这是我今仔日5月27去登录来。中国稀土哈，这是1天前哦，而且中国留学生被骗到绝望大哭，这是2天前的投影片，所以讲哦，这个投影片都是最新的。好，咱来看第二张，好来看左边的第一象限哦，中国的经济接近尾声了，大规模崩溃要来临了，这是5天前的节目哦 ，YouTube 的节目。好，咱来看右边。过来算过来，第二，商业街金店没人了，中国的珠宝商破产，亏大了哈。来，这是8天前的哈。来，中国被踢出水库，
中国领导人头疼的事不止这些，这是十天前哈、哦。来，好，什么叫做水库？哎，国与美国订定一个规矩啊。啊，什么规矩呢？国与国之间的资金的流动哈、哦，都要带着水库，然后呢，统一用这个水库哈、哦，跟他叠记啦，跟他 IP 点到的 IP 网络的 IP 啊，你若要寄去中国，寄去台湾，寄去日本。啊，填吼、哦，美国遐规定的水库啊，这个水库呢是通行全世界的，通行啊，即马吼，美国准备把中国踢出世界通用的水库 SWIFT 水库，它出来以后吼、哦，以后白吼、哦，融资的转换、金钱的流动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，哎，回到远古时代。大家互相钱跟钱的交换，你想要转个十块钱美金都转不动，哦，水库这是上界悲哀的代志，哦，来，咱再来看下这几张投影片，哈、哦，来，左边第一个象限哦，中国向全球推销垃圾电动车啊，啊，奇瑞车主说哈、哦，哎，奇瑞是中国电动车公司啊，他的车主哈、哦，车主说断就断，这是四天前的。的人讲的哈，来，中国房地产裁员潮，500,000人失业，陷入哈经济的惶恐，这是7天前的投影片。大暴雷将至，中国银行设武装部，这是8天前。哎、欸，这银行这银行啊，他为什么要设立武装部啊？因为啊，中国银行你钱夹里面领不出来。啊，你阿卖出来以后呢，人就抗议，抗议了吼，就提炸弹要去阿炸，他们就成立武装部干什么？镇压人民用。哎、欸，人民为什么会跟你银行结下梁子？啊，就是因为哈，你把他的钱，他存的钱，他毕生存的钱，全部都领不回来嘛，领不回来嘛，他当然哈，你让我死，那我不会让你活。哦，啊，那安尼啦，所以讲银行即嘛吼，每家银行都要成立武装部，防止人民进攻。哦，来，来看右边的第一张投影片啊，金融海啸要来了，中国的银行有80,000亿的坏账，上面叫做80,000亿，8兆，八条，相当是新台币40条的坏账，40条的坏账哦，啊，这吼、哦，这当时新闻吼、哦。这是8天前哈，8天前、9天前的新闻。来，咱过来看一下。我这个是哈，因为我今仔下再起来，好看到人家中国佬啊，搁底下咧骗讲哦，这种图片看咧哦，正式宣布武统台湾，立即远离台北、台中、台南、嘉义、花莲、高雄等城市。哎、欸，在1点前，11个小时前发布的。我就是看到这种投影片哦，要激到！哎，现在在 Skype 还有一个哈、哦，以前我 Skype 认识的一个叫做王思琪、哈马星的人呢，天天打电话，早上6点半就打电话来叫我起床，跟我讲什么？讲说哈、哦，中国多强多强哦！哎，那个哈、哦，他在美国的国防部、美国的公家单位上班的哈、哦，20-30年，啊，退休下来的。天天哈、哦、丢那些中国多强啦，这个美国哈、哦、不行了啦，中国很强很强，小弟是哪行的呢？小弟是哪行的呢？这边做啊上好呢，中华民国 C4ISR Command Control Communication Computer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and Reconnaissance 只管通知情报，哎、欸，我是大哪行呢？但我面头前底下咧班门弄斧，所以讲哈、哦。扣角啦！咱台湾人哈马星的人呢，是各用哈马星呢，吼、哦，可能是高山遐的人呢。哎，逐日吼，吼、哦，领美国的退休金，逐日就来一日卡3-4通电话，下早6点半就卡电话，讲中国外用外用，你看嘛，吼、哦，陆军的帅化民，海军的黄镇辉，空军的张延廷，政战的赖叶谦，吼、哦，讲他们。讲在美国怎么啦啦啦啦太过暖了，我讲你听啦，美国、日本、中共，从1949年建政以来，从来没有打过海空军的作战，
你想要跟美国那种哦，天天都在玩街小帕的美工哦，玩街小帕，真正是破树板拍幼田的，个硬的皮，我讲给你听，来，小弟哈、哦，小弟点击破树了，小弟讲的内容都是哈、哦，哎、欸，很切入实证的。啊，这个我讲一句话紧的啦，我九十分的啦，唐凤这个三十分的，他动用了国家机器，对我的网络 YouTube 一直在封锁。看好哦，这是乡亲来讲，曾博士，你目前需要哪些赞助呢？曾博士你好吗？从2023年的7月16号开始，我就没有看到你的 YouTube 的 po 文了。政府为难你吗？有遇到什么困难吗？哎、欸，小弟啊，自去年7月哈、哦，所有在 YouTube， 应该 YouTube 你订阅加小铃铛我的节目哦，你就会收到。当我的节目一上去的时候，你都会收到通知的，把我全部封锁，把所有通知信全部封锁。所以讲，我的乡亲，伊讲7月16，伊去年7月16到今嘛。拢无收到通知啦，啊，我是不是啊已经被国家机器吼、哦、碾压，和蔡英文看这个，看不上，唐凤人家碾压我，小弟90分的言论，被30分的唐凤彻底的压制，这是咱台湾人的悲哀啊！小弟90分的内容呢，哎，真正吼、哦，来，咱过来看下这头影片，一个自1949年。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建政以来，从没有打过海空军的作战的中国，想要跟美国、日本这种哈、哦，天天用海军、空军跟人家玩街小爬的国家修建，嘿，叫这个哈、哦，重建1894年的甲午海战，是啊，就歹看。所以讲哈、哦，中国共产党尹志林这边呢。拢是义和团，他们真的都是战争的文盲，战争的文盲。吼、哦，阿姐吼，起码咱公家吼、哦，不要用中国共产党来吓我们，我们要回归现在事情的本质。起码咱台湾的内政，咱对中国共产党，我们吼、哦，物事敌之不来，事物有以待之啊。中国共产党拢假扮出好笑，用骗的。我的结论是这样的，但是咱今嘛咱过来哈，中国民进党、中国民进台监党，甚至于呢，搞不好他打电话叫习近平来军演哦，他们哈哒哒哒哒哈，来，我们现在回归台湾内政的事情的本质啊、哦，民进党真的好厉害的斗争术啊，把个国会改革哈、哦、导成认知作战了。懂完咱台湾人起义主题已经失真了啦，群众是盲目的，立法院前面那些群众被人家利用了还不知道，这一招真的能生效吗？民进党，哎、欸，民进党那这条好，你加这个加国会改革啊，国会调查权，你加国会调查，你那做得好，做得稳，我跟你讲啊，中国民进党啊，不是。想到用啊，哎、欸，唔惊共产党，不怕中国，很怕不怕中国共产党吗？啊，就怕国会的监督条款，哦，国会议员的调查权，惊到要死，动完吼要死个。来，这是我原来是我的结论哈，想要看蔡英文这帮骗子8年来是如何贪污，再用机密封存的手段吗？他们在通过国会改革无法案以后呢，透过国会的调查权，立法委员在野党立委一案一案办听证会，抓贪污了，鉴定蔡甲博士真假公听会，然后中枪管其花，农业部长陈吉仲透过超市公司从巴西进口臭鸡蛋，数亿的金流，还有环疫指挥官陈时中采购高端疫苗。口罩、快筛、关键黑金，全部的金流，通通给我算清楚，抓关他了，把阴系、
贪污的果官全部抓官，大快人心，换鞭炮了。哦，啊，小弟也感觉啊，这个新任的法务部长郑明谦，这是台阮台南县嘉义人。哎，听讲这个台南县的嘉义人吼，吼，足雄强，搁雄啊，上惊无天良啦。啊，郑明谦，你咪足勇啊！你老小弟，台南永康盐行三坎店人。离恁遐吼，嘉义吼，可能有那直线距离超过十公里啦，直线距离超过十公里啦。哎、欸，你毋是强阁强，哎、欸，恁爸上爱惊你无天良。来啊，你来查，你听讲你甲云林张龙伟抓出来，嘿，我甲你拍波啊！你甲宜兰的林之妙抓出来，我甲你拍波啊！你甲新竹的高鸿安为着5万6万吼，安尼甲抓出来，我甲你拍波啊！啊！你若叫个小号，打蛇随棍上来，我甲你介绍，蔡英文是假博士，你有材料你甲掠哦。你就徛官窗看尾小台得，你得看吼、哦。立法委员一定有人跳出来吼、哦，办蔡英文真假博士的公听会，你看表演得好哦。叫现在新任的教育部的高教师师长以及教育部的。国际司司长新任的上来，把资料带出来，啊，来，朱进章不是吹牛吗？乱讲吗？鬼扯吗？说1984年蔡英文带了3篇含博士论文来申请副教授学位，来，退出来，退出来，到时朱进章第二先了了，第二，这个国际司司长哦，堪。他们伦敦政经大学，他们 email 在设计，互相设计，吼、哦，这吼、哦、伫彭文正的节目内底拢讲啊，彭正真正的博士呢，说好假博士蔡英文哦，变作吼、哦、通气黑名单，甚至即马台湾人咧讲吼，彭文正彭博士已经走火入魔了，怎么样讲？没有走火入魔，绝对没有走火入魔，我们就事论事，吼、哦，来。郑明谦，你若叫小贺来，第一案蔡甲博士的案，你给他办给我看。第二案，陈吉监察院长陈吉新潮流啊，哦，他在当高雄市市长的时候贪污了中央政府下售340亿的红毛港的千村的建物土地补偿费340亿，单叫人贪污790亿。哦，啊，小弟哥讲一个，小弟都有文号，人事实地务的文号。红毛港的李三女女士，她只领125万，中央政府报账她1250万，所有现在红毛港的人领的补偿费全部被乘上10，把中央下硕的土地建物补偿费340亿，贪污了190亿，哦郑明谦，你若叫小贺立班。第三，我永康盐行大湾，永康大湾的老青年，他的案子被法官、检察官哦擅改笔录，擅改笔录，啊，这个代志也做会出来。所以讲哦，法务部长郑明谦，拜托，你若真讲叫小贺，你查，你若查了以后吼，阮台湾人讲你叫小贺哦，来。这就是我今天跟咱乡亲交往啊，黑得来，一生都在说谎的女人蔡英文，立法院前的陈康，现在变成了是一个认知作战，以反贪污作战的一场大混战。民主进步党、中国民进台干党，成功的把反贪污作战转换成认知作战了吗？您的看法呢？这就是民主啦，合个人而治，个人思想的花书啦。哦，啊、小弟，今仔日这个主题主要是针对中国共产党，哦，根本没有作战的能力，陆海、海空军拢外行诶，依我军书，哦，中华民国上校对这个东西的研究，和咱乡亲交换知识，哦。大家互相参考 ，OK，Thank you，very much，
谢谢。